做点动作好不好？来，高举圣灵，我们就讲高举啊，把耶稣的灵高举，从下面举起来。哈利路亚就是这样的啊。那赞美主，赞美主啊，哈利路亚啊，赞美主啊，我们还快跑着去赞美主啊。来，前面开始拍手啊，跟我来做动作，预备，来。最让我就是领受的最深刻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呢以前呢我就没有觉得这个圣灵对我身上有什么大的作用，我当然我也是每次祷告的时候都说求圣灵与我同在，圣灵是我的宝贵师，但是呢这个牧师讲的时候就是说圣灵其实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GPS，
现在走了这个时代以后，他一讲的 GPS 马上醒悟了。我说是啊，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应该往哪里走，怎么样跟随主，他确实是我们的 GPS， 我们不能离开他。因为在祷告当中，我始终是主啊，求你住在我心中的宝座里头，直到我的一切。但是这个他圣灵是我们生命的 GPS， 这次让我感受非常非常的深。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 GPS， 我们真的是找不到方向，因为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太多太多的挫折，也许有很多的苦难，也许有很多的这个被人误解或者是被人攻击。但是只要我们心中有主耶稣在我们心中，同时圣灵为我们掌握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们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我们还有什么坎过不去的呢？所以最近呢，我也遇到了很多的波折，甚至于是被这个恶毒人的攻击。但是这个事情以后呢，让我突然想起了耶利米书的这个33章第3节这样讲的：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这个我真的是从中得到了甜头，确实是我最近经历了神的大能。当我不知道前进方向的时候，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突然间醒悟应该去怎么做。那么就是也主把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了我。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人生当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飞跃。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是信主的人没有错，但是往往在遇到困难时找不到方向，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是这节经文和这个牧师讲的圣灵，就是我们生活的生命当中的 GPS， 这个对我的感受非常深。另外还有一点，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导读，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叫导读。那天周师母说了以后，我才说哦，确实是这样，是吧？我以前怎么没有去也在祷告，但是也引用了圣经的一些经文，但是像周师母那样说的反复的祷告，我从中真的是尝到了甜头。因为有一句经文在这个在我被逼迫的这一个星期之内，我反复的使用，反复的祷告，用这段经文让我的心豁然开朗，让我的心胸特别的这个开阔。这经文就是说呢，你应当一无牵挂，将你只要凡事，当时呢，你要反复的阅读、导读，就是反复的阅读。以前就是你要只要凡事就过去了，但是凡事就是指大事、小事，所有的事才叫凡事嘛，对吧？所以就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所要的，就是我要什么，将你所要的告诉神，神就会赐出你意外的平安啊！在基督耶稣里必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通过这样的就是周师母这样的讲来导读，让我心里头呢突然就觉得，是我们平常读圣经真的是没有读到心里去。有的时候当你反复阅读，在主的面前反复的祷告的时候，你从中得到太多的亮光。确实是这样，结合我刚才说的耶利米书33章这节，在这个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主给了我意料之外的平安。我觉得我感谢主，感谢这次的灵粮特会，让我收到了太多太多。我只是举了一小点的例子，那么希望以后的这样的灵粮特会大家真的不要错过了。这是你让你的灵里能够饱足的一个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课程，或者是一段经历，一段你生命当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经历。这是我一些比较简短的一个感受。哇，太棒了，就是要这样子。是要讲吗？对，就是这样讲啊，就是这样讲。太好了，这是很真实的。是啊，一个导读你得到了吗？我没有导读过。对，我不知道那叫导读。你看导读你在别的教会里从来没有，而且你马上就用上了。问题是而且这段经文一直在我脑子里头。感谢主。这次特会我们师班有一个任务，就是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要献诗，但是在练习的途中
是困难重重，因为我们这些人，按我们的声乐老师说，只有五个人会简谱，其他的人还一窍不通，他教起来很困难。另外呢，我们一开始四月份练了一段，用的那个谱子啊、歌片和乐团的是两码事，不是一致的，所以真正的练习从五月初才开始，我们都捏一把汗，声乐老师也说他急得睡不着觉，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大家是在底下合练的时候出奇的就是非常成功，当时那个王老师站在那个钢琴旁边台上哭出来了，两眼通红的说，感谢主啊，感谢神啊，说是神给了我们这么大的奇迹，给我这么大的力量。我们那次就是不仅是开幕式闭幕式都演出了，而且效果据听的人说是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力量，而是神在我们这里做工，谢谢神。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参加特会了，因为是身体的关系，这次的特会在我们里面办，我就可以参加，我真的好高兴啊！因为我开车的时候真的找不到停车位，甚至于我在大门口那边要求看门的这个服侍看门的人说给我停在这边，他们还是拒绝我，虽然拒绝我，我一点都没有说不高兴，我觉得他们忠于他的职责，我真的非常感恩他们这样侍奉，这样子在外面站啊，所有里面走动这穿黄衣服的、穿蓝衣服的侍奉，那我都非常感动。我觉得他们的年龄层还有他们的信徒的年龄好像也不是很长，但是我就看到他们就是很像小孩子一样，很天真无邪出来这样侍奉，很单纯的心，我真的好感动，好让我这个心里很得安慰。啊，在这个做。我印象最深就是在最后一堂的那个敬拜了哈，敬拜的时候，我真的是坐在下面，我也不能站，我就坐着这样子听着敬拜，哎，就跟着唱歌。可是我领受里面就是说，最后一堂的那个敬拜是有火的，有那个冒的火焰出来的，所以我心里非常的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有感受到圣灵在这个会场里面。啊，我就是一直祷告说，一边唱歌，一边祷告说，让这一场的特会啊，大家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领受到，让我们生命啊，都能够这样子往下扎根，啊，能够往上成长，啊，这个特会之后的话，我们就到外面去做主、做礼、做法，让这个灵会地区更多的人来信主，这是我最大的盼望。还有我对圣经啊，更渴慕。把它吃味道出来，感谢赞美主。美都灵粮特会是我第一次参加，我看到那么多的人那么崇拜神，那么敬仰神，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以后更增加我对神的信心，更加使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更加的用我自己的心来崇拜神。这个特会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看看我们那个组织能力啊，人事的安排各方面呢、啊，怎么样？那个虽然我们有退休会的经验，但是这样大型的活动的牧师啊什么，真的操心很多。但是效果看来这次非常好，基本上能分配工作的人呢、啊，大家都动起来了，没有一个人闲的。这个首先那个登记的地方，我看他们真的很辛苦，又要那个安排名单、找牌子、找什么，没有休息。然后呢，那个交通那个人，不光要注意安全，还有那个车的来往啊，怎么安排啊，这个。这个坚持下来真的是不容易哈、哦。我们那个外卖组的那个礼品的那个义卖组的那个姐妹啊，都是很勤力。反正他们尽量的推销。这个聚会的时候，他们都投入在聚会厅的这个大厅里面。等到里面一讲会议结束了，他们马上奔出来。我刚开始也不知道啊，
看少了那个孙杨啊，那个是少了那个谁呀、啊，反正他们都蹦出来，我想他们怎么要赶回家，再一看呢，原来他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把那个产品尽量的义卖，也是帮助教会在这个收入方面啊，那个能够尽他们的可能。说看来呢，这些东西都卖得不错，而且刘同牧师的带来的书啊，都卖掉了。我跟刘同牧师说，牧师啊，你这次没有信心啊。我说你这个书带的那么少，好多人都要这个书啊。他说好好，我知道，下次多带一点。这个说明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真的是尽心尽力把这个工作做好。我整个的会议气氛是，我看得很感动的，不是说，全场都动起来，那个祷告啊、唱诗啊，这个场面真的是很感动。所以那个灵粮特会是有它的一个特点，然后是每个人都有收获。那我是觉得我们很多人都投入在里面，是尽心尽力的。我看那个肖牧师也不断地告诉我很多奇迹哈，一个奇迹呢，我也听到了，像那个 Coco， 他那个跟我一样，那个时候讲话都讲不出来，但是他跟我不一样，我在后面服侍，他要上台去唱啊，就带诗啊，我都担心他怎么办呢、啊？那个季赛峰啊，真的很好的，一直不停的把那个润喉的那个金嗓子给我，他说三姐阿姨这个对你好。然后有时候呢，他也给那个科科，但是科科弄吃了没有了，他要上台了，我正好剩下一点，我说赶快拿去。结果一上台唱歌啊，我就在后面听他，哇，唱的真好，声音都是非常响亮啊。这个他在那个带诗啊，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恩典，而且也是个奇迹。他自己也说，我一上台唱歌声音就非常响亮，我自己都想不到。他说一下台，他说喉咙又哑掉了。所以这很多的奇迹，我自己也感受到。哎，我这次说实在是身体也是正好凑在这一起啊，又是咳嗽嗓子哑，又是腿，但是呢，我得到的关爱是非常多，尤其是那个像 Tina 那个王妈妈这些，哎呀，不停的给我拿这个药，拿那个药，拿那个止痛的擦的药都给我，哎呀，我真的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这是一个在基督里的这个爱，在无形当中就这样流露出来。这个大会里根本没有时间，哎呀，怎么关心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他们从一个小小的动作里头，就是看出他们这个内心这个爱是，真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个也是神这个教导的结果。我们凡是每一个基督徒啊，都有一个充满的爱在里面。就当每个人需要得到那个爱的时候，他们都有无私的把这个爱流露出来，在关怀。所以我们也能撑到最后啊，撑到最后，我说这也是一个奇迹哈。那个还有一个是思琪，肖牧师讲，他那个最后他们那个唱诗啊，那个因为这个弹钢琴的没有来，那个这个最后这个唱诗跟交响乐团配啊，那个没有钢琴这个唱诗就没办法唱。那个钢琴那个弹钢琴的那个姐妹不来怎么办呢？那个牧师就把这个谱交给思琪，思琪也害怕嘛，他说我不会，牧师叫他你看看以后，结果弹得出乎意料这么好，这个神做事啊，你真的意想不到。所以我觉得这无论在灵粮方面的那个粮食，我们都吃得饱饱的。然后呢，我们在那个互相关怀啊，那个人跟人之间的生命的成长，我说真的是很
很明显啊，我觉得，所以我在周一小组呢，我就是我真的是掏心掏肺的跟这些孩子们讲，我说你们现在看我为教会做为什么做，我说我也是一个从一个不愿信主的人，从那个生命的成长，我大部分都是在特会这个在领受牧师带来神的恩典恩高，那个把神的话语扎在我的心里，我说我才会有今天这样，我说我真希望下一次有这样的特会你们一定要参加，我说真我真是下次我一定要迫使他们参加，那现在真的这些孩子毕竟还是生命还没更成长嘛，但他们还不太懂是吧，所以我们老基督徒呢是也应该有带领他们的责任是吧，让我们这个队伍啊能够就是说普法整齐啊，就像肖牧师讲行伍整齐啊，大家一起这个进步就这样。还有最后呢我就感动的就是说会场散了人也走了，这么多的凳子怎么办呢，后排的凳子啊，我在想哎呀怎么办呢，哎一下子来了年轻的年长的，哇都每个人有的两个手提四张，有的 一人提一张，就这样把这个凳子一下子这个两个教会的凳子整整齐齐的放在那个角声的大门外面，而且我们把那个角声里面我们可以帮他们做的全都做好，所以他们里面的人也很感动，哦真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因为刚开始的时候这几个人对我们的态度我非常生气，态度很生硬，我们动一样东西他们都要管，到最后他们反而来谢谢我，就也就是说我们用我们的行动来告诉他们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徒，我总是觉得这次的灵粮特会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当然有一点缺点没有问题，下次我们怎么改进，下次的特会搞得更好。